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。哎。哦，赞赞赞呐！对呀、啊，因为下礼拜就会宣布了啦，下礼拜就会宣布，不晓得会不会再继续放。对呀、啊。威奇吃鲜奶，宇翔吃鲜奶芝麻，对吗？哦，哦，喝鲜奶。哦，有，宇翔，我有看到你在吃玛瑙。哦，宇翔也很喜欢吃玛瑙哦，玛瑙，玛瑙，真的哦，太甜了是吗？哦，不过还好啦，不会啦，因为你们现在有喝牛奶啊，牛奶没有什么甜在。加玛瑙就中和了它的甜味了，对呀、哇，我吃这个小豆豆都配鲜奶喝，啊，哦，真的啊，嗯，对啊，对太辣才对。呀，对呀，我知道你昨天有说比较那个，哦，围棋，你的笔电稍微朝一下角度往弟弟那边去。你的笔电朝一下角度，不然比较看不到弟弟，朝弟弟那个方向一点。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OK，好，谢谢。对了对了，这样两个人都有进来了。对啊，哦，要啊，也是要说谢谢啊。哦，现在要吃饼干了。哦，这样哦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啊，哇，那妈妈都是一天给你们吃一点一点是吗？好像给你们很久啦。哦，可是对啦，可是今天吃一点，明天吃一点，可能就会比较快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就吃一点比较快了。吃一点所以就爸比较爸比较常去 Costco 啊。哦，有对啊，我跟阿嬷我们现在也是只有一个礼拜多才去一次而已啊，对啊，现在都不能出去，现在都不能去那边去太久，现在买的东西，哦，对啊，我跟阿嬷。哦，对呀，对呀，有啊，我跟阿嬷就是去那边买米呀、啊、买肉、买鱼呀、啊，我们都买这个啊，还会买一点水果啊，对呀、啊，嗯，对呀、啊，都有，一方面就不需要上菜市场去买了，啊？有，一回到家都有喷，在那边也有喷。对呀、对呀、有啊。对呀、对呀、可以呀、去 Costco 哦。哦，自己可以买啊！啊，妈妈有帮你量吗？哦，不必不必，我们有，那个我们自己还有，自己还有。哦，知道啦，因为现在也不能去哪边玩啊，所以我跟阿嬷也都没出去啊，我们只有在楼下的公园散步而已啊，不然我们也都没出去啊。我，好啦，啊，公园还是有去走一下，有戴口罩啦，回来有洗手啦，不然的话整天在家里都不动不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我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你们在顶楼，妈妈有把你们的影片用给我看啊，
对啊。啊，今天早上吃什么？哦，真的哦，哇，那个你早上就吃饭吃了一下吗？吃一碗哦？哦，你那么厉害哦，早，真的哦。啊，像早上我才吃2片吐司，阿嬷吃1片吐司而已嘞，我们就吃不下嘞。啊，真的哦，哎，你真的是，哦，对呀，我跟阿嬷都吃很少，早上我才吃2片吐司，阿嬷才吃1片嘞，我们只有吃这样啊。阿宇翔也有吃饭吗？有啊，你有吃？你吃一碗还是一半？吃一碗哦，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那你胃口不错哦，啊，睡了一，睡了一晚上，肚子比较会饿是吗？来吧，阿妈来吧。对呀，好棒哦！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跟阿妈讲说："哇，我看威奇一定会疯掉，有没有？"你哦，这样子，对呀，你知道吗？我跟阿妈讲说："哇，威奇那么多天没出去，我看他应该会疯掉。"然后结果好像还好哦，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因为至少你们还可以去顶楼去吹泡。对啊，你们至少还可以去。哦，对呀，我们不行啊。看一下楼下的公园是可，啊，是说下雨也下很大吗？哦，对啊。可以去吗？不能去啦。没关系啦，再等过一阵时间，那个比较好一点，再去看你们。对呀，不然阿公阿嬷也很想你们呐。对呀，每天都在念你们啊。所以威奇，你耳朵有没有很痒？啊，哦，没有养哦，啊，可是我天天都有在念你耶。阿嬷说："吼，这个阿公哦，天天都在念威奇跟宇翔，说他们两个现在不晓得干嘛，吃饱了没，又在干嘛。”我本来想说你不能去学校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无聊。说，哦，还好的，对啦，其实在家里这样，反正可以上网啦，看看。哦，阿嬷，快点啦，快点！哦，知道啦，阿嬷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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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阿嬷好。坐过来，坐过来一点，坐过来一点。哦，有啦，阿嬷刚刚去洗菜啦。阿嬷刚刚去洗菜，有啦，她都有听到你们在讲话了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好，阿妈，好，吃到，好吃到，哇，宇翔胃口不错哦。你看我们是小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大的，哦，吃大的我们两个隔一半呢。哇，那宇翔，你早上吃一碗饭吃得完吗？啊，吃得完呢、吃得完啊？还有喝牛奶我昨天吗？吃。还要继续吃啊？哦，气死啊！哦，我知道啊，有啊，去。钱都给我，东西都给我，所以我才那么多。可以不要吃啊？我没有都给你啊。太疯了。三个。
有，有吃到。不吃就放着就好了，我好像。哦，对哦，哦，建华，你头发真的还蛮长的哦，啊，哦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现在到十四，你要变女生了，因为，对啦，因为现在到十四，没有人看得到，对了哦，因为现在到十四号都不能剪了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建华还好吧？没有，我说你还好吧？还好吗？啊，对啊，你啊，哦，哦，还好。哦，我看你好像都忙到八点多呢，啊，是不是？差不多啊。哦，差不多。我打电话就找回来。哦。那我先交给姐姐了。哦。我们要吃葡萄干了。哦，好啊。有啊，有啊，葡萄干我是吃饱饭的时候吃的。哇，你们已经吃几？吃五六样了哦，这么厉害啊！野餐是不是？哦，对的。野餐。嗯。哎，有哦，有像野餐哦。昨天我们跟晚上拿东西吃。哎。可以吃。好啊，好，有收到。那你们现在在吃什么？哎，我跟阿嬷，我们刚刚才吃过葡萄，才刚吃完。我们刚刚有吃葡萄。哦对啊，要吃晚餐了啦。哦，嗯，还好啦，四点啦，四点还好，你们应该也是六点吃吧，威奇，对吧？对啊。对啊，那还好啦。啊，不过等一下可能在，哎呦，你都吃那么多零嘴，等一下要喝点水啊，要喝点水啊。好饱了，现在。好饱。啊，等一下再活动一下吧。对啊。妈妈说明天不能打给你。哦，好啊。她说不能天天打。对啦，天天打。对呀。天。是你不听话才是才不行。我听话都可以、哦。没有啦，天天打就比较没新鲜。哦，对啊，哎，哦，用电脑这样就不需要用到妈妈的手机啦，哈、哦，这样也比较好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不然用妈妈的手机比较麻烦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。我的酒，我手这边啊，你看，哦，有，没有，这边没有，哦，有看到，用电脑，帮你画，画黑黑的，不要，不洗衣机帮你画，就两边都有，对啊，这样吗？不要，啊，用电脑是比较方便啦，你们手不需要一直拿着，对啊，它比较大，哎，老爸，你是用什么网路？哦。哎、欸，那个还好、哦，还好，三个多礼拜前哦，我跟妈妈讲说，哦，受不了，这样不装不，我就装那个那中华电信的光纤呐、啊。哦。用中华电信。这样一个月不是要1000块？哎、欸，不必，那个900。那我想问你，社区，不过你用社区的网络。哦，没有，社区的网络不是。如果这样，社区的网络哦，社区的网络虽然便宜，可是它频宽它还是有限。Hello， 阿妈，阿妈。那个因为这样比较方便啊，其实。没有，因为我装的是光纤哦，它光纤就是频宽是独占的哦，所以我现在那个下载是100Mbps，上载是40Mbps啊，所以很快啊。很快，而且，而且他还有给我一个 modem， 还有给我一个 modem 嘛，所以说我现在是用无线，那手机无线很快哎，哇，对啊，方便啊，专线这样，对啊，而且他这个手机的，手机吃的 WiFi， 他是吃5G 的，好快、欸，800Mbps 哎，很快哦，所以应该你们社区的那个。楼下那应该也停了吧？没有，早就关了，上个月就关了。哦，给你吃。哦，好，知道，上个月就关了啦，所以说三个多礼拜前我跟就跟妈妈讲说啊，哦，这不行啦，所以还好，好险安装。对呀、啊，还好那时候刚发生，16号刚发生没两天，我就赶快装了，很快啊，3天来他就装了啦。
双天百货的，因为那个啦，因为我们社区本来它就有中华电信的机房嘛，所以它用光纤的话，它频宽不会更加独，那个不会更加那个分散掉，社区网络频宽会更加共享哦。对啊，我都是大家都在家里上课哦。对啊，都可以啊，对啊，都可以啊，因为用光纤，大家都在家里上课，你频宽就会很慢了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。你们是不是吃太多颗了、啊？对，所以你刚才跟我说你只要吃几颗？你剩下吃几颗了？八颗吧。太夸张了吧？哎、欸，要吃饭的来了。应该吃饱了吧？吃三十分钟了。早晚餐也吃饱了，对啊。啊，不过吃饱了。对啊。啊、不过不错啦，不过不错啦，这个光纤是真的是蛮方便的，而且蛮快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后来看这个价钱，那个价钱也还好，一个月906也还好啦，还是可以的。对啊，因为不然我们家也是用这个啊、哦，但是太多人用了会有点慢。对啊，我们十几台平板跟电脑在用。哎，所以说你原本你就是。